石板烧烤跟火锅零食怎么样？会不会有排面呢？老板会不会吃？烧火开始，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老铁们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呀、啊。这个不打开，里面的糖果是不是煮不熟啊？哎，这样就对了。真香！哎呀。